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，好不好？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。算了吧，我付出过没什么关系，我忽略自己，就因为遇见你。真是惨呐！但是肯定的，毕竟啊，最小的九零后都已经成年了，哎呦，再不疯狂，他们就老了。嘿呦，来老了，来 music， 艾瑞把你拍起小手。再不疯狂，我们就老了，没有回忆怎么祭奠呢？还有什么永垂不朽？我的你都不会再有。哎，大老师，你不能这么说，那是你们，我和你们不一样。什么不一样？ Music。我们不一样，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，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。我们不一样。